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个镜头，感觉非常震撼。然后我就在想，究竟要用啥镜头才能把圆珠笔笔珠拍得跟钢珠那么大？凭借我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，经过两天两夜的搜集以后，我发现需要一种特殊的微距镜头。这是我之前用的微距镜头，就是毫米焦段最大 f/8 光圈0.8厘米最低分焦距离，这些呢都不重要，注意它的放大倍率1:1，啥意思呢？一个10毫米的物体1:1的倍率，传感器拍到还是10毫米，它拍到的圆珠笔是这样，和这个可以说是一模不一样。那现在只用搞一颗放大倍率大一点的微距镜头不就行了吗？凭我的搜索 skill， 问题不大。我找老阿的朋友借了一颗最大放大倍率5倍的微距镜头，放大倍率1倍，镜头是这样，5倍这么大，体积这么小，能把活拿下吗？我咋有点不太相信呢？我的设想是这样，之前视频里不是用过相机转接头吗？已经吃灰好几年了，我要把微距镜头转接到手机上，这外形看上去是不是相当即可？虽说重心有点偏移，加上小支架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转接完，我就兴冲冲地跑到楼下，先拿蚂蚁练练手，蚂蚁街拍。注意看，这种蚂蚁估计忙着玩 KPI， 心里有事儿，脚步匆匆啊。要想拍到，可能性不大。怎么办呢？帮他家族完成整天的 KPI， 包养你们，找一只放个诱饵，去摇人去。等一会儿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吃起来了，吃起来了。拿手机没拍多大一会儿，我感觉事态已经往控制不住的方向发展。我这转接头年久失修，进灰了。再加上微距镜头很难对焦，拍视频呢频频翻车。哎，算了，老老实实用相机拍吧。没想到啊，平时不起眼的小家伙用微距拍，感觉他走起路来像是在飙车。蚂蚁拍完小动物，说实在的没拍过瘾，好歹也要找个硬茬，不对，软柿子捏捏。啊，另外一只过来了。Hello 啊，吃饭没？拍蜗牛啊，我又不信你也飙个车给我看看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不是要拍圆珠笔吗？再拍小动物就跑题了。这是放大倍率5倍的圆珠笔，有感觉了吧？不过呢，我不打算跟这个作者一样，用钳子把笔珠拧出来。圆珠笔放大看，它的反射灯光还是挺好看的。哎，可以用一个灯珠明显的小灯吊在圆珠笔上面，尽可能的贴近圆珠笔，然后把它转起来。另外还可以把两盏灯调出不同的颜色，让它再转一下。拍完圆珠笔，我就在想还有啥带劲的物品可以拍呢？我对着桌子上的可乐啊，注意是无糖的，陷入了深思。你是不是想到了拍可乐？不拍冰可乐。
前面已经拍完扫光了，这次我的目标是相机固定，让冰块动起来。当我兴冲冲的准备看大片时，哎，这冰块感觉不太凉快啊，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冰凉冰凉，动一下色温，哎呀，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配上可乐，接下来小二上一杯冰阔咯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各位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视频见，干杯！